由拇指无印良品推出的咖喱调理包散发纯正日式风味，而在台湾最受欢迎的奶油口味在日本的接受度也非常高，其中加入了鲫酥油及腰果，具备诱人奶香、坚果香与滑顺口感，搭配三种不同种类的番茄，勾勒出清新酸香重合腻口的感受，另外还能品尝到葫芦巴的清新香气，令原本中规中矩的奶油风味蹦出惊喜。除了基本的奶油鸡肉以外，市面上还有浓郁奶油鸡肉以及起司奶油口味，可视喜好以及对奶味的接受度自行选择适合的款式，当然也可不时更换种类，在家就能吃得丰盛又满足。身为台湾知名的鸡肉供应商，捕风以鲜食等级食材打造的商品，为消费者带来新鲜好滋味。有别于一般以鸡胸肉等无骨肉块为主的调理包，这款咖喱鸡采用带皮带骨由全鸡分切而成的肉品，不仅创造鲜嫩口感，有时下班下课感到疲惫，只要简单微波或隔水加热，即可享用几乎与现煮料理相同的浓厚风日式咖喱，相当方便。既然是生鲜品牌，当然也格外强调卫生制程，特别运用急冻保鲜技术，令鸡肉得以保留完整风味，而透过冷冻保存便可拥有一年赏味期限，非常适合列入忙碌家庭的冰箱常备菜色。于2017年开始进驻台湾的卡迪卡乐迪咖啡农场推出不少调理包，旗下这款日式咖喱包拥有两种口味，特别推荐香浓有料的牛肉咖喱，选用大块牛肉，搭配事先炒过激发出香气的洋葱、马铃薯以及红萝卜等配料，口感多元且没有细碎的感觉，再加上分量充足，吃完后相信会十分满足。为了营造出独特的风味，特别采用独家配方进行调理，其中加入巧克力与该品牌最著名的咖啡等元素，将咖喱气味瞬间提升至浓醇甘口的最高状态，进一步细细品尝，尾韵更略带水果甘甜香气，是款带来温润感受的成人风咖喱。专营海鲜及冷冻食品的宅配品牌上野物产，近年来也采多角化经营，推出不少在宅调理包，其中意式咖喱鸡口味调理后散发淡雅风味，且甜味与辛辣感恰如其分，不会互相抢味，搭配的香料气息则均匀平衡，整体来说是一款拥有清新气息别出心裁的咖喱。一般来说，调理包重量大约落在150到200克之间，而这款商品足足有300克之多，且里头所含的鸡肉、马铃薯等食材也块块分明，兼具分量与口感，不仅足够两人分食，对于食量大的消费者而言，也能带来令人满意的饱足感。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日式、泰式与印度风味咖喱，已经营超过60年的在地食品厂商味王，特别推出贴近台湾人口味的调理包系列，其中咖喱烩羊菇口味加入数十种独特新香料仔细熬煮，呈现出稠度适中且具备清甜口感的酱汁，搭配素肉、羊菇等较不常搭配的食材，混合出鲜香的绝妙滋味，可说是另类却十分协调的创新商品。尤其因为是台湾制造，标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，保存时也只要放置在常温的阴凉处即可，不需冷冻，既便利又不会有食安疑虑，对消费者来说也吃得更加安心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，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